起跑点了，真不容易，耶、yeah！ 哇，起跑的人越来越多啦！起跑点，今天呢，我在成都双遗马拉松挑战的是半马的，这个的项目。啊，我觉得好像我已经大半年没有跑过半马了。上一次跑个30公里越野是10月的时候，我是有一阵子了，今天心情还蛮忐忑的。好期待，而且我听说呢，这个双遗这个都江堰里面的赛道，非常的古色古香，非常的有特色，很想来好好的瞧一瞧。今天就跟着我一起体验成都双遗马拉松吧。哇、哦，大家很嗨啊，快热身了。这里是成都。我们跑在都江堰大道上，已经很热了，我准备要脱外套了。这个赛事的气氛还是不错的。3公里补给站，继续加油。4公里了，前面就要跑上景区了。好像那个宣化门了，哇 ！OK，Go Go Go， 都江堰欢迎您哦！这已经是折返的了。啊，好可爱呀、啊、！Hello， 好害羞的兔子加油团们啊！都江堰的景区到了，耶！划船 ，Go！ 世界遗产都江堰。边跑步也要忙着拍照，到处游，园林很美。拉拉队太特别了，这古香，这个是卧铁。堵车了，堵车了！这底下跑不起来，你不用走呗。哇，这个窄墙。太有趣了、啊、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窄桥，哇，这个能够承载这么多人哈，蛮不容易的，要注意安全，我们慢慢走过去吧。哇，壮观壮观、啊、过桥了过桥了，终于渡过了。 OK， 可以跑起来了，跑起来了、啊、这个好漂亮、啊、跑向前方的这个，你看前方还云雾缭绕的，旁边就是都江堰，我们现在跑到一个森林区了，哇！你看这个树林，哇！全部我吸收到的都是这种氧气，天然氧吧，芬多精的味道。美的，6公里了，往下7公里了，10公里了，赶紧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哦，饮料在前面，加油！哦，喝水，加油加油！哎，有点下起毛毛雨了，走了13公里了，补充根香蕉吧。麻辣烫串串香吗？虽然看起来很心动，但我怕等一下吃了
肚子不舒服，又要上厕所了，只剩最后2公里。好，我看过就等于吃过了啊。嗯。好的，再见串串香，啊，再见担担面，啊，终点见吧。等到跑完了，我就可以去吃好吃的啦。身体在望，身体在望。哎，20公里了，差1公里，快快快！喷水车降温。妈，终点就在前方。最后冲刺，最后冲刺，啊，21公里，啊，加油！终点上了，啊，冲线成功，耶耶！终于跑完了21公里，今天还挺轻松的，啊，因为最近我们每周都有力量训练营的团练。所以我觉得状态还挺稳定的，然后像我这样跑跑拍拍走走，啊，虽然配速不是很稳定，但下来也不累，啊，好开心啊！我现在要去领取我的奖牌啦！哇，奖牌奖牌！哎，对，来，来来，跟我互动一个，谢谢，谢谢。免费喝咖啡，好，给我来一杯，已经有了吗？对，哇，太好了，感谢爱心啊 ，Cheers， 喝咖啡。今天跑完了，来我们的爱心赞助商这里来拉伸一下。好有你，拉伸一下，明天就不酸痛了。嗯，哎呀，我帮我自己搞了一个。熊猫造型不错吧？真配上熊猫奖牌，而且我刚才发现这个奖牌现在有个玄机，它是可以旋转的。噔噔，怎么转？一只手有点难转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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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转开了，转开了。啊，转开了，变成这样，还需要两只手帮助一下。看，哇，然后背面是。21K finisher， 完赛啦！旋转奖牌。